大家看一下这个24伏的防水灯条，长度有50厘米到5米之间都可以选的。那如果买长的呢，也可以剪的。那我们这个都是裁剪的位置，啊，10公分可以一裁剪，都有剪刀的标志。然后线长是50厘米啊，线长是50厘米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防水效果到底怎么样。这个是24伏的电，我们通电正极。然后现在是负极，好，现在已经通电，然后这里有一盆水啊，我们拿过来试一下，全部丢进去，接头啊，包括接头的位置我们都做了防水，防水效果非常好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柔软度，非常柔软，啊，这么摘这么折也可以的啊，都可以的，防水效果很好啊。